我又回来了，兄弟们，来喝下一碗神药，我们直接进去，把这里边的怪物全部都给它解决掉。贴着墙，我们吃一颗紫松果，直接进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不会进不去了吧？别吓我呀！哎，好，进来了。但是我们不急啊，我们先不要打怪，把所有的刷冠龙全给它拆掉。哇，这边好大一个蜘蛛，这不打不行了啊！这边还有刷冠龙，拆掉刷冠龙之后它就不会刷怪了。趁着这个神妖的药效还没有过啊，我们赶紧把所有的刷冠龙全部都拆掉。这边还有一条狼，让开，快快快快！哎呦，好多怪！哎，不行，不打不行呀，兄弟们，太多了！快快快，这里边的箱子绝对有宝贝啊，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怪的。来，解决，先把刷冠龙拆掉。哎，这边有一个上去的通道，难道说这个建筑还有二楼？哟，好多怪呀！不行，我们先把这怪解决一下，然后上去。上面有一个大蜘蛛，别急。哎呦，烦呀！来，把它干掉。上边，哦，果然是有二楼道。这边有刷怪龙，先拆刷怪龙啊，什么都不管，看下还有没有。这什么？不管不管，我们先找刷怪龙。这边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啊，好多怪呀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不行了，我有这个神鸟，感觉也打不过他们。来。把他们解决一下，我们跳起来打啊！我们现在可以跳得很高很高，把他们打了之后，咱们还需要吃点东西来回一下血。哎呦，先顶着他回血，然后呢再吃一口神药。哎，还好我们是装备够强啊，要不然就凉在这儿了。不管这么多啊，只要把怪解决完，我们的第一时间就是去挖刷冠龙。好虎架不住狼多呀，只要有刷冠龙，这个怪就会源源不断刷新，把下边有好多大蜘蛛。哦，好像全部都拆完了，现在一个怪都没有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安心的翻宝箱了。来，从这边开始，这些宝箱里边绝对是有好东西的。凋零之骨两个还不错，这边继续啊，兄弟们，有银锭，还有这个龙之骨啊。相对来说，比外边的箱子肯定是要强一点，但是能不能来点什么龙息或者是龙血什么的？看一下，这边是很绕的，有一些这个东西啊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咱们全部都带走。冰龙的心脏还不错啊，这个是食人妖的长牙，可以啊，全部都带上。哦，蓝宝石可以。好的，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箱子都被我们搜刮完了啊，还是有很多好东西的。龙霜断炉焰孔，哦，这应该是冰龙的这个龙霜断炉，这是好东西啊。之后我们做冰龙断炉的话，我们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材料啊，把这个全部都带回去，要需要用到九个龙鳞才可以做一个砖块，现在我们轻松就获得了好几个。下边应该还有这个龙之骨的骨块，哎，可以全部都带上，带上之后咱们就可以撤了。好了，这个地方也算是拿下了，我们出去。哎哎，不会我出不去了吧？哦，还好出来了。那咱们就回家吧，我们现在背包里边有很多物资啊，回家整理一下。这一次我们的收获还是特别不错的。哎，这边怎么还有掠夺者大队？这个东西不能打，打了就会触发袭击，我们先回家吧。我的天，这一次的物资是真的多呀，箱子都不够，我们再来做八个大箱子，把它摆放在这边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整理完毕啊，我们这一次特别的不容易，我们经历了一场战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装备的耐久已经掉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了，所以说经验秀补必须要马上换到啊，要不然我们之后探索遗迹的话，这个装备很可能爆掉。这边的精灵粉也可以收一波了啊，这个东西还是特别棒的，我们吃了之后会有很大的能力提升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怪物掉落的东西可以合成什么，可以合成一个帽子，但是这个护甲值也不太高呀，全部都是这个帽子，作用不大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玩意儿啊，看一下它可以做什么。我可以做装备，护甲值也太垃圾了吧。不过它是有一个弹射物伤害免伤的啊，但是我觉得和我们这个龙套比起来不值一提。那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用。好了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咱们就要去找村庄换经验修补了。但是前提呢，我们需要搞很多的绿宝石。我们去找一个村庄培养一批制剑师，然后呢，再用木棍来和他们兑换绿宝石。哦，在这边发现了一个热带高原的村庄，这边还连接着一片恶地。那这边的村庄为什么只有两个呀？只有两个房子，有一个酿造台，先把他们的工作方块全部都敲掉，一会儿呢我们把它转换成制剑师。面包可以带一下，看一下啊，为什么没有村民呢？哎，哇，这下边别有洞天呐，可以，还有小麦块。哎，我来帮你把这个小麦块收一下，对吧？这是我的酬劳。来吧，我们把这个制剑台摆在这边，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制剑师啊。哎，这边转化了一个，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用木棍来兑换绿宝石了，而且我们的木头有特别特别多啊，我觉得换个四组绿宝石应该不是问题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换绿宝石了，那下边的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了。天要黑了，我们先睡觉啊，要不然这个村民就遭殃了。哎，这边有箱子，哦，
哇，这个箱子富呀，兄弟们，有五颗绿宝石，还有很多纸，可以啊。又搞了很长时间，我们一共获得了四组半的绿宝石，而且呢，我们这个木头还有很多啊。但是这件事全部都缺货了。那现在有这么多，我觉得换一些剑修补可能是够了。那我们就回家吧。哎，这边关着一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村民的宠物吗？过去看一下啊。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见过。俊英，哦，它是可以被驯服的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我们现在驯服不了，那就先摸它一下。哎，看一下有什么掉落物。只有皮革，那就算了吧。看什么看？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和家里边的图书管理员来兑换这个剑修补啊。我们现在只要两个附魔，一个有荆棘三，这也是好东西，但是我们用不着。我们现在只要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剑修补，一个是抢夺三，对我们是特别重要的。其他东西可有可无，